为今天他是男主角，所以交给他自由发挥一下。我们唱歌不会讲歌名，都是唱完才讲。
谢谢谢谢，拜拜。没有热湿地了，没有捷运了。好的，谢谢各位。OK， 非常谢谢，下次早点来。八点到九点，我一个人是很辛苦的。不是，没有啦，我给自己讲。对，还好兔兔跟那个婷婷有帮忙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我今天也不唱 ending 曲了。不过非常谢谢你们来。然后我想，铁花，我们要两岁到七月，然后我们这段时间非常努力的在为台湾的原创音乐打拼。我们希望，我们非常诚恳的，我们也希望就是透过这样的努力，可以让台湾的原创音乐有一个非常好的表演舞台，然后也希望你们多支持点吧。我们不爱钱，我们不是很爱钱，但是我们很缺钱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对，明天开始是正式的演出，明天会有你们可以在外面拿到这个月的节目表，然后黄笑，喇叭跟起舞哈，对，然后我真记得后天还大后天小军要来唱，礼拜六哈，纪小军要来唱 ，OK。然后有机会的话，再非常欢迎，也希望你们能够再到铁花村来。铁花村非常谢谢你们，铁花村是交通部观光局跟台湾好基金会，我们很努力在营造的一个地方。然后请大家多支持铁花，谢谢，祝大家晚安，谢谢喽。